现在工作啊，大家都很精神，压力都非常的大，而且经济也非常的不好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呢做完工后呢，赶快回家吃妈妈煮的一顿饭。吃饭的过后呢，就9点收看我们的阿弟，那保证你第二天睡醒的精神一定非常的好。讲完了，还有16秒。Office 有什么好待的？我告诉你，回家看我们的阿弟，看我们的郑慧与阿姐啊，20年前、20年后还是那么年轻。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老板不让你们回家看的话，麻烦你们叫老板买一架电视机，最好是60寸的放在 Office， 追看我们的阿弟。懂吗？懂嘛？懂了啊，谢谢。